清晨5:30左右，天还没亮，再去看一下。这边应该蛮好玩。哎呀，水灼灼的。现在应该在进水。价格的关系，地都不对。这边是散风，这边是25年防潮闸门。这边不太摇，去别的地方看一下好了。水进来了，家的鱼温，它的水进来，豆豆的超级小只豆豆，哎呦，然后就一条豆豆，超短小，哇，香姜，这有趣，有趣的。来吧。
好了，来来，慢分，吃弄掉哎，这一只不要吃，让你把吃弄来来来。高级鱼哦，高级鱼哦，来来来，我把刺弄掉嘿，我就不会被刺到了。Sorry， 我给你吃，要不要？你不要，哇，哇来，不要啊。要不要？要。Hello。要这个吗？要吗？你要吃这个吗？啊，你喜欢吃豆仔鱼哦，你还真识货嘞！你要吃豆仔鱼，又来一只了，你要来。要不要？应该是鸡吧。这边吃潮水吃的明显。要不要？不要。好吃。不要。吃饭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在干潮，所以鱼不太会游。现在水已经慢慢满了，鱼的活性就很高。哦，会大波的。杨兄，鱼塘真是个可爱的地方。又是花生，你不要吃这个吧，这个你不吃吧，对不对？你不吃这种鱼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这种鱼刺刺的，他不吃啊，搞聪明的没有吗？那我这个把它丢掉，等下钓另外一条给你。好吧，另外一条给你，这一条不好。等一下哦。哎，你这样我有压力耶。
给你好不好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来吧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要停了，那豆子不大了。小小的，哇，会着陆呀！你咬不准哦，没事是，别害怕，是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来来，我抓给你，好吧，抓给你，太大只了，拜拜。吃生鱼就到啊！好笑。和渔人旁，现在要回去了。今天的钓况就如上了，虽然不能说是很好，但是至少是这样。OK， 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